我经过我咧自己嘅一个锻炼咧，咁嗰只大力蛙咧就由100厘咧变到68厘啦。个原因系啲咩咧？就系因为咧我只大力蛙咧就经过咗生蛋嘅，系啦，生过重新一只嘅。咁然之后咧，我哋去到新嘅地方，发现咧新嘅精灵都接近130厘或以上啦，所以咧其实都比较难打嘅。咁但系都唔系啲特别咩重点，重点嘅系咧我攞咗粒大力蛙嘅 mega 石，咁 mega 石咧就令到佢咧个特攻咧有呢个突飞猛进嘅。然之后咧，我哋咧今次咧就会俾大家睇下一个小嘅支线剧情啊，就系关于阿 Red 嘅爸爸嘅。咦？咦？都咪个花子咯，系嘛？留喺入边。喂，阿 Green， 我哋去散散步啦，喺纯白森林揾我啦。诶，孤苦伶仃支线啊 ，OK， 咁冇办法啦，呢度竟然撞到支线，我哋就做一做支线啦。哇！喂，做咩啊？小火马，我150厘小火马，哪来的小火马咁高呢啊？但应该打唔赢我嘅。水流喷射咧，其实鲤鱼龙应该系唔识水流喷射嘅，据我所知。我哋小火马咧，俾一只猎长吓一吓啊，然后佢开始攻击我吓吓，俾只猎长吓一吓，佢而家好平静，多谢你。你去救命恩人，但我而家唔可以唞啦，我仲有嘢要做啊。纯白镇需要油件，诶，你都系从咧纯白镇嚟嘅，或者你识呢个人啦，啊？我谂我识佢，因为你揾嘅就系我啦。咩话？你话你冠军？呢个系你封信啊！多谢帮我咧寄封信，再见。佢识讲啲咩啊？封信，我系精英四天王嘅希巴，系我寄封信俾你嘅。我喺御剑山向你提出挑战。哦，呢个系嗰个咩格斗天王、啊？但我哋要揾阿 Green 喎、啊。诶，有啦，呢、這、一个咧，我哋第一次见面嘅地方，你仲记唔记得啊？我从来都冇估到你竟然会成为我最大嘅对手。真系唔敢相信，已经过咗两年啦！哇，喺呢只 game 仲有时间线添啊，各位，劲过 Pokemon 呢一个原版，即系动画，你知噶啦，我哋好相似啊！我都失去咗咧父母，佢哋喺战争当中死咗，我并唔了解佢哋，所以咧我冇真正受到影响。但我一直都想知道咧，佢哋系乜嘢人？唔系你同我唔同嘅，唔好意思，你父母都死咗啊 ，Green， 但系咧我父亲仲在世。咩话？吓？嗰晚？咩事啊？代西边啊？哦，佢嗰个咩啊？佢家姐，佢同正辉一齐，佢又同正辉一齐啊！代西大个啦，佢可以做佢自己做嘅嘢。佢做乜嘢啊？佢母亲咧过身嘅时候，佢用嗰啲时间咧先可以走出。啊，系啊，讲紧佢阿妈咧，因为中毒死咗，但有啲嘢咧唔一样。你真系咧好在乎佢，继续食嘢啦，爷！我想翻研究室啊！我会收拾干净，顺便问一下啦，嗰、那个阿 Red 个父亲喺边？我自己都唔太清楚，记得咧梅拉咧含糊咁话俾我听，战争过后佢离开咗阿罗拉地区。吓、啊？嚟呢个纯白镇喎，咁做咩啊？啊，呢度就系我屋企呢度，就唔系咩花子屋企，记错咗啱啱。呢度？诶、欸，你又喺度嘅？格女？你点啊？你叫格女咩朋友？你唔系叫咩阿辉嗰啲咩？我一个唔可以保护自己精灵嘅精灵分子，已经死喺骨子群岛。做咩 Green？ 我一直咧做一啲研究。呢个系电话嚟嘅，点样研究啊？佢系电脑嚟噶。吓、啊？唔理点都好，我对你负责做一啲研究啊。你点解咧查我啲生活啊？唔通你唔想知道佢发生咩事？佢抛弃咗我，甚至咧冇嚟参加阿妈嘅葬礼。你嘅父亲系？唔好再讲啦，我唔想听啦，我要走啦。啊 ，OK， 走去边啊？而家走去边度啊？佢要我走去边度啊？呢度啊？大王 boss， 你听我讲啊 ，Green 好过分啊，系咪咁啊？你问多次先，对唔住，冇啦，定翻喺呢度啊？喵喵喵喵喵，你想瞓觉吗？哎，竟然系嗰真系咁样触发到阿妈，前几日我撞到嗰个女仔失踪啊，佢阿妈同阿爸咧喊咗，我知啊，我个心咧为佢哋而碎。呢个就系点解咧？你必须咧跟住我，否则咧我冇办法保护你。阿爸会翻嚟噶，你父亲。哦，我想知道发生咩事啊 ？Green 咧，要搵阿 Green 啊，依家阿 Green 系俾人拉咗啦，之后唔知俾人捉走咗定咩？咦，喺度啊你 ？Hi。喂，琴日嘅事咧好抱歉啊，唔使担心你。呢度咧系咪因为咧想知道你父亲嘅事？佢咪死咗啦？佢冇死啊！你阿爸喺阿罗拉地区好出名，
佢一火咩星星，直到有一日佢消失咗。咩话星星有冇有病啊？文章引用咗一个入口出现喺天空一只奇怪水母嘅生物落咗山带走你父亲，被发喺义太乐园。佢冇记忆，几时嘅事啊？十年前当我通知咗你母亲啊，做咩啊？逼入嚟啊？阿爸会唔会翻嚟啊？你父亲唔会翻到嚟，佢甚至唔记得自己系边个啊！我而家咩都记得啦，我父亲喺边？佢喺义太乐园精神病院呢边睇佢啊！我谂我唔可以咧处理啊，或者呢、這个就系点解阿妈咧冇揾佢？但系我想讲多谢阿 Green 你个好朋友，去啦咩回去系乜鬼嘢？唔系叫佢去咩？孤苦伶仃之线结束。